球球要放在里面哦，哈。我拿这些吧。哇，这么多，你一个人怎么玩呀？啊？你一个人就要拿这么多的宝贝球啊？这是什么玩具？可以把它一个一个抽起来。哎，吴心意，你来弹钢琴。哦，你是钢琴师啊？那你要坐在这个椅子上弹钢琴耶。好，我来唱歌。我来到一个岛，它是一一不列岛。什么样子？你以为这个是溜滑梯呀？哇，怎么变这样子？还是要用车子比较好玩的。Go, go, go. 啊，怎么翻车了？